朝阳街的这间小超市内，在超市门口，执法人员发现一台赌博机被赫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谁来了？那不就是小学生啊什么的会过来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不会让小学生。放眼应急的地方是吧？发财的货了，都放在这里，其他货是吧？执法人员现场对赌博机进行销毁，警方也将对此展开追查。随后，执法人员又来到曙光北路的一家消记香烛店展开突击检查。都是，全部都藏在柜子里面，不准卖的，必须要有经营许可证的。他这里是没有经营许可证的，没有，我们辖区已经没有了，因为全部已经退出了。不仅如此，在店的冰箱里，执法人员也发现了猫腻。木竹为什么放在冰箱里面？毛不见。啊？你是为了藏起来吗？你不知道这个是不能卖的。作为我们杂员，如果有该种行为的，就属于违法经营。我们是严厉打击的。对于现场查出的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，经执法人员清点后将搬。